我一直开始教你，还在班上亲亲，然后被别的同学告状，还有被记过，然后那女生转学。老师就叫我下课去念圣经，耐心很久忍耐又有耐心，爱生气。杨明威被伎俩大过，欺小过，教室亲亲罚念圣经，爱是恒久忍耐。今天是有人拉扁档，是不是？男主角 ，Hello， 突然是不是？所以他好努力。什么意思？你有许愿吗？没有。谁的？还可以自己挑哦。王静不错啊。那王静是演学生还是女？学生吧。哦，学生。那你觉得可以当王静是师生恋？照顾他。是的，又剩拜拜了。杨明威强势回归八点档，担纲男主角救火。他回首自己的校园生活，也真的精彩。光是班导就换了八位，小心前方黑历史哦。有被记七只小过，十四只警告，然后两只大过，然后留校查看。基本上还不会被退学。不会，我觉得那个学校很精彩。校门口每天都有拿武士刀在等人。后来就转学了，后来就算是被退学。因为他叫我假日去罚站，我就不想去。然后我担心以后小孩有没有办法在求学过程。是有一点。我刚刚看到新闻。可以都可以剪掉。不要去，会走很多冤枉路。然后念书是很重要。我现在就很后悔，因为想念了很久。高中生活。认真在一起。我认真那种就是谈谈恋爱很帅。不是一夜情的，不是会谈恋爱，不是一夜情的，我一直开始教女孩，还在班上亲，然后被别的同学告状，还有被记过，然后那女生就转学，那就分手了。对，分手了，他家长还很生气，老师就叫我下课去念圣经，耐心很久忍耐又有耐心，爱生气，轻松给谈恋爱，轻松小丑。知道吗，咪呀？你好，佩佩，很高兴来这里。他不会很腻，不要抢我的话。这是我点的，这是我点的。你看这边看到了，所以我第一个大楼的角色对我让我很不开心。不开心。他像你的那个喇叭，玩那个飞机的，砰砰砰砰砰，阿哥最怕的，哎，他